来第二次，我们的转音要非常非常的很细很细，而且你们那个语气也要小心哦。来喽，一个人无本钱，预备来。一个人无本钱，你看，一个人无本钱，你要把那个说话的语气带入到我们的自己的影像里面，你看，一个人无本钱，也无靠山。你觉得那个声音就彩彩的，但是你那个无本钱，无，一个人无本钱，预备来。一个人无本钱，无本钱。然后那个你要帮我注明那个什么声线，哦，用丢的啦，你帮我注明用丢的，哦，本机，哦，本机，哦，本机，用丢的，一个人，哦，本机，预备来，一个人，哦，本机，也无靠。你看到、哦、你也无靠，你也靠山。一个人无本钱，也无靠，微笑靠山。再次预备，来。一个人无本钱，也无靠。清高，你唱一遍好听。无本钱，那无本钱，你无本钱，你搞我搞我，你三十块去买米？你无本钱，无你食米好啦。我今天被解释过家了。没有，你知道我今天去枣子园啊？你知道枣子园用什么给我吃吗？他把枣子切成片，加那个乌鱼子。好吃比苹果好吃，真的。枣子加乌鱼子真的很好吃，真的很好吃。不要加苹果，也不要加酸辣，加枣子，真的。对，真的很好吃哦，不骗你，回去试试看。啊，若无乌鱼子，再甲水哥顶一下，水哥可能要无啊啦。来喽，可。
的，你不要直接说比你，会变狼，我不是，是狼狼几狼的。来，红红屋给我预备，来，红红屋几狼的，看空落。莫得惊，莫得惊，袂流开好人，袂流开好人，叫歹惊，叫歹惊。来啊，叫歹，叫歹，歹歹。我们来不是写啪啪吗？好朋友，然后那个啪是要快的，所以那个派帮我先加重音好了，派帮我加重音，叫派听。来哦，那个他有拉了六拍，他有拉了六拍，我在第五拍的时候，我用一个顿音下去，你看哦，为了开好人叫派听。应答的味道嘛，对不对？派听，预备来。为了开好人叫派听，啊，你的那个应答嘞？无去哦，无去哦。来，蔬菜来背起来。我无声。你无声哦？微信背起来。好声。你失声哦。你都失声了，无失声的牙手，来班长背起来。我给你教啦，去，我给你教，我给你教，你来跳双班就拢会跳，来哦，跳，然后你要，你跟我的动作，膝盖蹲点一下，跳。袂流开，预备备，来，袂流开，好人叫歹听。你搁听嘛，你搁唱一个，伊也晓啊，他已经会了，预备备，来。袂流开，好人叫歹听。人家至少班长他会顿啊。来，袂流开，预备，来，袂流，你拢配分跳，你拢配分跳，来叫，来听配分唱一遍，预备，来。袂流开，好人叫歹听。你要，我跟你讲，你要叫，来，全班拢背起来，全班拢背起来，我教你们那个顿音，叫。那个两个啊就要出来了哈，来哦，袂流开，贝贝，来，袂流开，好人叫歹听，你笑我哭了，笑我哭了，再次预备，来，袂流开。袂流开，好人叫歹听，就这样就好了。好，你要回去练。对，好的哦。有几许多朋友伴，预备来。有几许多朋友伴，兵。雅文老师的歌，他很喜欢做脸的，都是一样的音。对不起，冰又破，又不是这样直直出去，它会有个冰冰，它会有瑞咪瑞冰冰冰，有几许多冰又破，预备来，有几许多冰又破。
花，他很喜欢用在那个头腔这里，所以你会看到那个咬泪的唱歌也在登云宫里家。用情是多，朋友伴，预备，来。用情是多，朋友伴，下日加油。Yeah.
一二三段都给我拉六拍，但第三段的时候我可能会拉到八拍，第三段的尾会拉到八拍，因为我们直接做的结尾。好，然后第二段的时候我们要拉六拍，我们马上要深呼吸，用尽许多冰又破，马上要接下去副歌，这样子。好，一样走两遍半哦，两遍半可以吗？